顶头这张符啊，就亲像顶界迄朱丽萍该用的同款。你把这回哦，递在顶头，等一下缀我念。好，来。那边亲人六甲阴神，那边亲人六甲阴神，随心守护永驾天神，随心守护永驾天神，鬼神遵纪奉行，鬼神遵纪奉行，积极努力的积，积极努力的积。老花成功啊！这花想送啥？这吼会当予一个早囝去无穷朱晴天，而且在短时间内面，我来发现，这叫做障眼法。哦，你娘你啊！把我即摆就去。这次你用你的花去墓中谢客群，这次用你的花给另外一个人去墓中祝晴天，这道理根本就是同款的，因为你跟谢客群祝晴天就是表弟，就是兄妹啊，要用至亲的花，这样当幻化出对方的模样。张姐您好，这是你阿嬷请阮送过来的。我阿嬷。是啦，你待下要宴客的，做无用，啊，今日巴肚枵，叫阮饭店送些鸡汤过来。啊，伫阮饭店宴客的新郎拢有这款服务啊，我更加吼。哦好，多谢。啊，太小金兵。哇，这胖诶。真个人分辨，对。即马你就是朱晴天，你是朱晴天，你哪里去啊？不是叫你伫个新娘休息室休困，那走过来遮。敢是巴肚枵？啊，拄则送去房间的物件，换你的口味哦。我只是想要来陪恁啦。你真正把人当作是朱晴天呢？啊，不过朱丽萍较厉害，唔知伊敢有看出来？安怎？要出嫁啊？唔敢温馨。无你，你陪晴天去新娘休息室啊，才好我国庆来发落就好啊。无啦妈，我哪能拢总帮我恁？哎呦，不要紧啦。就是，啊若无你想要和新娘啊，一直伫家上。好嘞。我妈，我想陪晴天过节啊，我等下去等啊。
无？把狗啊狗的障眼法，我头一届用就成功啊！我实在足有天分的，一点愈来愈厉害。啊，对啊，先通知吧。阿爸，我以为障眼法足成功的，连朱丽萍拢无看出来呢。你讲我是不是有天分？不是你搞，这是你跟朱全天是亲兄妹，还袂相连。你阿妈朱丽萍嘛，因为安尼。我都看破，我应该来去工地处理代志啊。啊，这片地，唔就是总裁规划未来城的所在，啊，要开始正式开发。超强姐，然后再来加个钟啊！多地头开的查囡仔，我们就是那片的查个孙晴天，今日是伊甲一莲的办婚礼啊，伊那多在家。这到底是安那？实在足奇怪，想了解什么情形才阁讲。哦，这要赶紧慢调，那不一定拍歹我的计划。好佳哉，我想着。来，再喝点。这是要怎样？宝刀真英雄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我的爱刀呢。你看，人家家事也咧替你传遍遍啦，你就轻轻松松甲处理掉就好，是吗？急急如律令，今嘛就除掉朱晴天，不等于我。滴滴噜噜的，今天哪会精神呢？阿婆总不是在我家。大头啊，你从来在不上啊！你怕我未来哦？那么我未帮你做。你快过来啊！你快过来啊！对对对，安尼就对啊。像我准，超强乃是种奇才表情。敢讲伊甲万条馆讲好，爱万条馆去上海晴天，毕竟是虽然到今嘛还袂不好清楚，兼过绝对袂当把这金金看到晴天有危险。万条馆，不要别闹，有听到？等等，万条馆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别说了，啊！等你就知啊！快过来！大娘，你快过来！
你是安怎被拄啊动手？金天，金天，门关，你门关啦！金天，门关，你门关，放开我！魏天池，金天，我让你慢几步，那么你惹祸上身啊！你敢放开你先讲啥啦？前天你跑到啥干嘛？咱今日去救人，有听你无？救人？救人无在我计划内底。朱晴天，天堂有路你唔行，地下无门你也袂闯，这都是了我万条我的限量，是你家己做起来的。阿娘喂，阿娘喂，你敢做咩哦？你谈得过什么事哦？阿娘喂。你搞乱吧！你到底是来变啥物啊？我拄则有看到你打电话给恁爸，恁爸讲阮做你安尼做，是你，甲办掉我联合起来，你开始清净心。吴金石，我拜托你，较冷静了好不好？你拄仔嘛有看，那是万朝元甲朱晴天有私人的恩怨，伊才会下手，甲我甲阮爸有啥物关系？你当作我是娘，我只要跟你过来，拄则我有看到。反正我无听你的话，你就打电话给恁爸，然后又提壶啊，你念酒，你就开始动作啊！敢讲，你是受到恁爸发誓的控制，恁爸以恶行、感动性的发誓心，哈？你在讲啥？我听无啦！你听无？你对我明明就讲，这是你的计划，你莫想要硬拗哦！即摆晴天，予你甲恁爸计划害死啊！我都无可能予你两个人逍遥法外，有听你话？喂，呢，曹强对我有真大用处，袂够物件呢继续乱入去，我才想办法甲控制掉。你是个狗囝，我就不信把你拍到剩一口气，你也无要睬你。王金，你把草墙放开，有听无？听我令，为我用，送我吃西，你我吃红。急急如律令，看！爸真正足厉害，真正是我的神呢。曹强，你别搞文静，这个结果，以后我会听你的话，好好哄待你。